大家好，这节课我们讲一下这个 APP 里面的一些友好提示的一些分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主要几个东西讲一下，就是友好提示它的一些必要性，还有它的作用啊。当然，这个整个过程我们会结合一些竞品来进行分析啊，还有包括到最后面，对我们这整个这个那个楼市头条的一个新闻的 APP 的一个本身自己的一个友好提示的，也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有一些人可能会对这个友好提示哈，他不是特别理解。那我先用案例跟大家说一下啊，比方说像这种哈，除了它是友好提示，它也是一种交互的一个提示了啊。比方说像关于一个升级的提醒呢，就有很多种说法了，也有很多种的一种不同的一种表现形式哈。比如说，它这个直接是用系统的默认的这种选择按钮嘛，然后呢，这个呢就会根据我们这个皮肤啊，做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设计。那这个会多花一点时间，可能程序员有时候会，你如果提出这个问题的话，他也会觉得哎蛮烦的，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吗？但是呢，有时候这个细节的话，会决定整个这个产品的一些品质的。啊，还有呢，我们再说一下，比如说像这种语言的一些提示啊，像这种说法跟这种说法，其实呢，差别没那么大，但是给一种用户的一种心理感受啊，就完全不同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提示的时候，我自己都忍不下心，我就不好意思，我就不忍心的去点它，残忍的去给它拒绝掉。所以呢，有时候那个这种比较委婉的，或者是比较亲切的这种提示啊，能够跟用户进行互动以及交流。或者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退出的一个确认嘛，哈，有些产品呢就是确认退出或者是取消，是不是？就是很直白的，但是我无所谓，我取消就取消了，是不是？但有些产品它就说的会比较好一些，说执意离开或者是留下再看看啊，像这种说法的话，有时候你点执意离开，去意已决啊，有时候的话还真有点下不去手啊，那有可能他就会点一下啊，留下来再看看，那从而的话就能够那个用户粘性呢会增加不少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些交互性的一些方面，但是呢也有一些是关系到 UI 设计的。但是作为 UI 设计师的话，如果能对整个产品的一些那个一些粘性啊，如果能有所提高的话，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作为设计师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不要觉得说这个不是我的责任啊。那这样的话，那个收入啊，的高低啊，那也就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了，所以不能是这样去界分得太清楚。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另外一个就是友好提示，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刷新那个新闻的时候啊，这个可能都大家都比较常见的话啊，有很多不同的一种表现形式，比如说像那个腾讯新闻啊，它就是地球在转动是吧？啊，然后呢那个那个凤凰新闻呢，它就用他们自己的 logo 在那边转动啊，这个就是一种那个标准化的一种识别。那像头条的话，它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呆板一些的，也是比较传统一些的，就是直接告诉你放开了就会刷新，然后呢，它用了一些那个图标的，也相对来说都会比较那个传统一些的，趣味性没那么强。好，我们再看一下像腾讯那个网易的，然后每次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都很想去拉，我都想一直往下拉，拉到最后它是什么东西，想看一下，我都还蛮愿意在这里多停留一会儿的，也不会觉得很腻。就举个例子嘛，就比方说，我们在等人的时候你如果说你手上有手机的话，在等人的时候，我可以边看看手机的，或者是听听音乐的，这样不会觉得无聊。但是你如果说硬等的话，一直看天空的话，会觉得这个等的时间还蛮长的，所以这就是一种友好的提示嘛，这还是蛮值得 UI 设计师去把它做优化的。所以呢，如果说遇到一些产品哈，能够尽量满足，做到像这样的话，就尽量去满足。当然要在技术能够支持的情况下，还有一个我记得印象蛮深的，这个口袋购物哈，口袋购物的话你，拉到最后的话，它会每一集都会有不同的内容，拉到最后面都拉不下来了，它还有一个交互的一个内容在给你互动，就一直在引诱你去拉下来，我觉得那个还做得蛮好的。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上蜡刷新。看几个产这几个产品来讲的话，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花哨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看内容嘛，我在看新闻，一条一条看呢，我就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大家以最快的速度赶紧能够看到下一篇的新闻，下一条的新闻那是最好的，因为内容嘛才是我最关注的东西。像这种其实有时候啊，再怎么等等久的话，你再好看，它都不是最关心的内容。我最关心的是还是我要等的那个人赶紧过来，而不是在看天空或者是在看手机啊，在听音乐，这个就是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所以呢，它也会相对的来说弱化它一些，不会太花哨啊。想看这些都不会太花哨，甚至在用淡色，但这个腾讯新闻它会用那个蓝色，也不会离开它整个主色了，但是也不会太扎眼。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像第三个的这个刷新就是在等待一条新闻的时候，也就是让你的等待的过程不会那么无聊。这个就是凤凰新闻，它还是用一个还蛮有意思的一个动画效果去让你等待。那头条的话就我有个字让你看，不至于说一片白茫茫的，我感觉是不是出错了？那这个的话，它是在跳动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也是蛮有趣的，让你等待的过程不会那么无聊。一直看你跳动，一直看你跳动啊。那我等等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话，它已经加载进来了。但时间也不能太长，再长的话都很不耐烦的话。所以呢，性能还是很重要的，速度，能够最快显示，最好是最快显示啊。这个也是一个在等待内容出来的一个加载的页面嘛哈。腾讯新闻是按照他们的整个产品的一个识别去放的。那还有几种做的就相对来说比较，就没有那么计较了，没有那么讲究了，就是直接用很多是用默认的一种图标去做了，很多是用默认的一种加载的一些空间去做了。当然，这种也至少不会让用户觉得，哎，我一片白白的一片，不知道是等完了还是还没等完。好，还有一个就是图片的加载，我们内容已经出来的话，那有时候这个图片它会加载会慢一点，是吧？然后呢，我们最好是做一张默认图片啊。这个当然那个产品经理会给你要求，那我到这里就稍微讲一下啊。它如果腾讯新闻，它是直接也是用他们这个标识去做一个加载的一个等待的一个图片。那像你看那个淘宝的话，它直接就这些图片其实都还没出来，它只是用白的，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图片很多啊，你如果是都每个都加上 logo 的话，它其实蛮花的。或者是你每个都加上菊花的话，不是整个画面都菊花在转了，但其实也没有那个必要，所以它直接就不要然后有一些小图片就让他们直接出来，让文字先出来，你就大概知道，他们慢慢快出来了。好，那这个是我们那个楼市头条用的，用那个一个 icon，用我们的整个这个 logo，去做一个加载但这也不是最理想的一个方案了。还有呢，我们再讲一下，点击的一个交互的一个过程。可能有一些 UI 设计，他又说你这个人太啰嗦了，那又不是你做的事情，你又做了，那同样的一个道理我觉得我们能做的，我们能够把它那个用条件反射直接反映出来，给我们合作的人让他们更省心的话，那你的价值一定会再放大的。所以呢，这点不要去吝啬这个东西。好，那我们再讲讲点击这个变色。这个能让用户知道，说我点了，点到了点击这个会变色。那你要不说的话，有些程序员呢，他可能就不给你做出来了，他直接那么简单一点过去就 OK 了，是吧？什么还要做一个动作，然后点击这条新闻，背景直接变色掉，也能够提醒我们，包括这已经点到了，然后它进入了。这个就是用机器跟人去对话告诉你，你这个事情已经做好了，已经 OK 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讲一下这个分享的一个交互。分享交互有很多种像这个网易新闻呢，它是还比较特别一些。点击分享的时候，点击这个按钮分享的时候，它会弹出来，然后呢，背景的话直接会那个高斯模糊掉。也有很多那个产品是喜欢用这种效果的后面背景直接高斯模糊掉。
啊，那当然用这么多的一些分享的一个第三方平台，有没有这个必要？这个我们就另外再说了。每个产品有每个产品自己不同的一个定位啊。那你看腾讯行为，它就非常简单了啊，它更多还是它自己的一个平台的一些分享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它也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当然我们作为螺丝头条，它你有没有必要用这么多的话？这个倒是可以跟你的产品经理去好好讨论一下，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认是，图标没必要用的这么密密麻麻，我建议还是用像这种比较宽松一些的，好点啊，够大好点啊，不至于说密密麻麻，看起来是还是蛮乱的啊。所以呢，但是呢，这个用这种那个这么深灰色的话，合适不合适的话啊，可能是还是要根据你自己产品的一个特点，你产品的一些用色。啊，你自己去做选择，可以用这个白色的底，然后呢，这种图标，但图标可以大一点的这种方式啊。当然，这个取消的按钮你也要稍微做明显一点。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嘛，它有一些哪些地方是需要做交互的，点击要有一些那个跟用户有一些互动的，那比方说像这个按钮嘛，哈，这些。新闻还有点击这些的一个分享啊，包括到这个这个最大的就是点击这个那个菜单页，然后整个这个页面缩小，然后出来这个菜单的页面啊。点击关闭的话，这个背景肯定要变白了。点击这个呢啊，这个变色。然后呢，如果是允许的话，技术允许的话，最好这个再跳动一下啊，让你跟交互呢会更加有趣一些，这样呢能够体现出产品的一些细腻。啊，那包括这个点击点赞呢，你是不是要把这个点赞的拇指给它放大，然后再缩小过去啊？有一种虚幻的一种感觉，这互动也会比较好一些啊。好，还有呢，这个登录呢，你点击点，你手点击这个地方，那个文字要没掉呢，还是说等你输入字的时候文字再没掉？这也是一种不同的方法。建议的话是输入文字的时候啊，这些字才消失掉，这样的话能够多给你一些时间，让你知道我这里是要输入什么。手机号呢？账号呢？还是邮箱呢？是不是？啊，这里没做好，这里应该，用简单的一些横线呢，直接把它隔开会更有效一些，而不至于这么不好认啊，这么多字了就比较难认一些。那点击这个的话，肯定是要一个转动的一个过程的啊，这种交互基本的交互还是要的。点击这两个是一个功能的交互的话，肯定要切换背景色就要改掉了，当前颜色就是要。再用当前的这种比较深的一种颜色来体现，啊，关闭一样是变白。那点这个呢，是也字也可以，也可以是字变色，也可以是整条背景变色。那点这边的话，那有些人也有一些产品的话，它会显示把这个那个字母显示这个地方。那同时呢，我会把这个跳动到相关的这个字母下面的这个这个位置。啊，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产品的话，它直接做一种 3D 的那种虚幻的那种效果哈，啊，这样飘出来，手移到这个 J 的时候的话，手移到 H 的时候呢，它 H 会变得很大，然后其他的慢慢变小，这种效果的。总之就是，这些交互如果是都做仔细的话，对整个产品的质量来说呢，会一个大大的一个加分。所以我这里就花这么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友好提示的它的一个必要性，还有它的作用。啊，就是能够更好的跟人、跟用户去做互动，那这些对设计呢，都是有益的，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打磨它，去优化它。好，那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